饿狼传说。来呀、啊！来上！跑了，可以继续。不过我们家没啥控制。横生巨翼，夜狼狂热，啊，狼灵狂热，乱箭之舞啊！什么？啊，那我给挂一下呗。点，刀锋哪去了？投降了吧？等个升个三再上啊，现在不是那么特别好上。点，哎呀，这刀锋跑得好快呀、啊，让我丢了个车，有点烦。我第三下没点出来，我瘫了一手。能跑，我咬他！请问千九主什么技能？点 Q。点 W。点盐 Q 点死了，马上哪来个大虫子？点往上走，点往下 Q 死了。千九，是羊和狼啊。没见过呀，我去把那蟹吃了，正好拿一层印记。嗯，谢谢村头大母猪。两层印记有点无敌，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河蟹的盾让大虫子给打了。第二个我们就大虫子吧 ，WQA，A，E，A，Q，A， 咬 ，Q，
点有点无敌了，得组 Q， 线上得组 Q， 为啥得组 Q 呢？因为我得推兵线，这不能一直杀一个人一直叠印记呀，这要能一直叠印记就好了。我们直接 EW 点 Q 点点点 Q 点再点 Q 点，哎，我给大了，我的发，就这个呗。狂风之力，都出狂风之力，我也出狂风之力。没用的，小刀锋，你是 A 不过我的。主 Q 辅 W 一级 E。哎，我又能给刀锋了，那我赶紧给刀锋吧。哎呀妈，这双 buff 来得早啊。大虫子要来了啊，我插个眼儿的，走，我们找着大虫子去。哎呦我双 buff 我来了，哎，跑哪去了？如意展现意，哎，跑得真是快呀，你给我死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，没蓝了，点吧。我从上路一直杀到下路，狂风之力，蓝切，算了，要不海妖吧，别狂风了，海妖，海妖蓝切，先来攻速海。我去把我那 F6 印记拿了去。
Shut down.哎呦我，给大，出不来点，回血。来，赶紧把印记打了。偷东西啦！这维克托怎么回事？这维克托，你不死啊，维克托！哎呀，抢人头！帮你推波中路塔吧。我给大虫子上个印记。这大虫子怎么回事？不杀他不行了是吧？给我下去，来，上路咱不要了，成功晋升为打野千九。哎，这又有个印记，我操！大虫子给我留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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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留一下。好，哇，大虫子别跑！可恶！哎呦我小虫子，这你不死啊？哎哎哎哎哎哎哎啊！没事，我六层印记。嗯，我六层印记，没关系。先来个蓝切，不亏，哼，这波不亏。虽然我塔没了，不过没事。就是这英雄蓝不太够用，我打个蓝 buff 去吧。走，杀一波 ADC， 别着急啊，这波别着急，我们先跳下来，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，我们给维克托啊，来 WQ 过来，狼来，哎，羊来，点点点，再点，点死了，还行。六层印记，刚才就六层啊，怎么杀完维克托还六层？差我杀快了，哎呀，印记还没生成呢，他死了。这就有点烦了。这小腿蹦着的，我再打个红吧。找到维克托，今天不杀维克托，誓不为人。就你叫维克托，杨凌生息。哎呦！打死！漂亮！点女枪，再点。走，去找石头人。
烦死了，就要杀他一波，他就跑。这波给谁呢？我想一想啊。先把这大虫子收了。这波给谁呢？怎么不让给了呀？这个刀锋死了。嗯，给刀妹儿吧，给刀妹儿。哎，这又刷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我这玩意儿刷这么快吗？我这一个一个拿呀，我这无限拿。是你吗？还是河蟹呀？原来是大蟹呀！又加一层，我九层。刀锋30秒以后再杀他吧，我们先上去把那塔推了。现在我这个距离多少？600。我先把塔推了，白送印记了。哎，这不对劲啊！哎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不对劲啊！这小子有点厉害啊，这怎么这么狠的呢？这突然之间怎么就这么狠了呢？这我有点接受不了啊，这。哎呀，这有点难受啊。还得削呀，这刀锋啊。你瞧他什么破装备，他这能打过我，我真是接受不了。可能因为我们没惩戒，我要有红惩戒行。这玩意儿本来他也不打线上。这波印记没拿着，哎呀，有点难受啊。60%暴击，跟我杀刀锋，快点，我要杀刀锋。我去，这波我上去找他的，我还不信那个劲儿了呢，怎么的这刀锋啊，胆儿肥了刀锋啊，刀锋人呢？哎呀，这是想杀的人老碰不着，怎么整啊？中推，他们一定会回家。我已经很久没杀过人了，快点，很久没拿过印记了。好飞，那刀锋怎么不回家呢？推没了，不玩了，补一波推了，生气了。小龙刷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小龙印记快！哎，这儿。上啊，杨凌生息闪现点，好，拿印记快溜。哎呦我天哪，点吹波扣，你给我扣死他。这啥呀，这是小龙还没了，我的印记呀、啊！我操了，我的印记呀、啊！这怎么哪输的，兄弟们啊？
怎么打输的？我印记没了呀！我印记，我的印记呀！哎呀，我的印记呀！上路收兵吧，还哪有印记了？这一个可不容易啊！我看看下个我打谁啊？下一个给谁呢？下一个给大虫子，直接打，我这伤害老高了。这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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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哎呦，我给印记了，漂亮！杀大虫子，快快杀大虫子，杀大虫子，杀大虫子，漂亮！哇，这女枪真的恶心。但是我们十二层印记，漂亮，嗯，漂亮。狂乱剑舞获得额外180攻速，夜狼狂热造成12%当前生命值，恒逸巨伤造成已损失生命值伤害。哎呦，怎么还有人在那说炎并卵呢？我先来一个春哥，然后我再换把无尽保保命。怎么就炎并卵？12层印记的千九，你跟我说炎并卵，我看你炎并卵。我们杀女枪，这有点烦的。我就不知道这千九到底有多远的攻击距离，知道吗？这英雄我玩的不是很多，上路可以推，走，咱推上路去。这在地图上没有资源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印记，是不是？这哎，点上吧，恶狼。狼来了，狼咋没了呢？狼，这攻速真快呀！这波怎么的？我死
没事，我有春哥无所谓，杀女枪来。你跟我点，小伙子，小妹妹，开大杨凌生息，先吃炮车，炮车死不了，闪现 Q， 啪啪。我觉得我需要一个飓风。打条小龙吧，小龙有印记了，来吧，啊，虚复了。这3400块钱好像不够呀。给打个这个。我觉得我强烈需要一个飓风。我把无尽出完，我再把那春哥给换了，换成飓风。我的小腿儿，刀锋可以杀呀，这不白送印记呢吗？这一幕怎么好像见过呢？这不白送印记呀？呀，这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打大龙吧。攻速一出了，啊，一出了，那咋整啊？九头蛇也行。哎呦，我又给我加了一层印记，这也没说给呀，怎么就给了呢？刚刷的是吗？换大虫子，等会儿杀，等会儿杀，等会儿杀，好，好没好？好了 ，nice， 又来一层印记。不对呀，又杀快了！哎呦我操，又杀快了！射得真远，杨凌生息。玩的不好，有问题。